整個動用儲備咧，我哋係會嚴格按照法律嘅要求，特別動用超額儲備嘅時候咧，必定向立法會提案，提交立法會審議。但係喺而家嘅世界裏面，大家睇到整個經濟環境，無論全球經濟、亞洲經濟以至澳門地區嘅經濟咧，依然係複雜多變，同埋下行嘅壓力咧相當大。所以大家亦會關心到喺過去一段時間，特別係股票市場嘅波動咧，作為儲備嘅投資咧，依然係要非常之小心謹慎。但係逢係投資咧，必然係有風險嘅存在。你風險嘅存在係高啊、中啊、低啊，但係依然係會存在。所以我哋如果投資設立呢個發展基金嘅時候，或者我哋投資喺內地嘅建設項目嘅時候，我哋都好希望能夠保本有回報同埋可退場，呢個咧係為咗穩健。